你干啥呀？装睡觉。不是精神病吗？哎，不是。你到底啥事儿？哎呀，我家钥匙丢了，我寻思找你这借宿一下。你家钥匙丢了？嗯。你上我这借宿，你看我这小地方咋住啊？哎呀，没事儿啊，我不嫌弃你。说留你了吗？不留是吧？还你。住！我看你咋住？不是你搁这住行啊，但咱得约法三，四张。不是人家都三张，四张就四张。数啊！第一，你不许磨牙；第二，不许放屁；第三，不许用卫生间；第四，不许……不许咋的？就是在这个屋子里边，你要对我有一点距离感，咱们两个保持点距离。行，那你那浴巾搁哪儿呢？你要浴巾干啥呀？就洗个澡啊，身上埋汰了都。我看你这也不埋汰是吧？你就搁这儿，你就直接睡了就行了。嗯，听话的不洗啊。你干什么？嗯，睡不着，我来找你唠五分钟。唠五分钟？啊。行，五分钟啊。那行，那我把门关上。不是什么玩意儿的。要我把门关上。不是唠五分钟，你关门咋唠啊？咋的，冷啊？这不太冷了，这一天。不是捂这么严是干啥呀？咱俩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万一就我做点啥？那我要是做了呢？那我就喊。这房子隔音没有问题呀，挺好啊。那我就大声喊，叫！哎，行。等我做了你再喊呢。不是。你要干啥？咱俩现在就是约法四章啊，安全距离。